はい。这木门有感染了、喔，感染木门有什么用？还是他们哪天就要出一只角，也出一只是可以撞破木门的角色了。R6是不是？直接撞破木门，啪，然后感染这样。有了，感受到了，未来就会出一个，未来就会出可以撞破木门的技能了，哇！无情的把木门撞破，睡觉前，好的，做好梦啊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Peace， OK。是 BOT， bot。嗯。嘟嘟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必须 support。笑死。但是。披萨机器人，小学，有图灯好像蛮不明显的，其实，对，蛮不明显的，但是还先吐一下。先吐优先，我吐了，是选错方向了。为什么？他怎么感染的？哎、欸，他没有盖板吗？应该是有才对啊！啊，怎么感染的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完了，不理他了。他有时候在那边有，他有做盖板动作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然后就被取消掉了吗？平稳着落吧，没有爱好生，对，DBD 又在搞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小开的，灯亮了，一片前一片光明，应该是 P1 在修，
该是啊，我感觉。把这块板逼掉吧！哎呦，我会，好吧，我毁灭掉了。还行还行，至少吞噬还不是吞噬啊，我的那个不死还在。不是不是，等下我在讲什么？靠飞玩物啦，玩物还在，玩物还在就还行。能不能开始疯狂在拆图腾欸，就是白图腾也拆掉了。我们晚点再点吧，就是等他们喝喝水之后再点好了。这边平稳着陆跑掉了，好远，意外的。这上面，他应该有那个，就是玩物，所以他会应该听得到破门声音啊。可是可能还没注意到我来了，注意到了。外面吗？好像外面中庭有人。他有玩，他在找玩物啦。他没有听到我的恐惧范围。那个应该是凤鸣，凤鸣应该也还不知道恐惧范围，就是他也听不到这样。哦，被拆掉了。啊，好吧，尽力了，尽力去防了，还是被低调。那我们先。采图腾吧，先种图腾的。50%的缓击速度。哦，他们开始喝水了，变30%了，从50%变30%了。大概会翻窗吧，老板，翻回去了。OK， 他知道我怕板，那他还是他。我们这边可能要等狂暴吧，感觉这边翻窗他就不能再那个了。哎，还不能再翻了。冰冰冰冰，他们不停在找图腾。哎，可是至少拆图的那个，我们知道他在那边。有人在上面。去救人，哦，有人魔法链击了，确定。
奇怪，我明明就没有菜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狂暴会不见？那也是没办法。好怪哦，我明明就没菜板啊，怎么狂暴就消失了？感谢 CLVINLCT 的追随线也追随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但怪怪的。哦，有人在隔壁拆图腾。晚上好啊。